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今年子还没得了鱼吃过，前两天我们采购了一批库存鲫鱼，已经养了两天了，再不弄来吃就窝火了。那今天我们就带回点酸菜，做个酸菜鲫鱼。看看，准备一群鲫鱼，因为是库存鱼，所以只有自己打针了哈。去除肚子里面的黑膜，就这个黑膜腥得很哈。鱼身上盖花的，腌制好入味。先用米食拿放腌制一下，盐巴、葱姜、料酒。挤出葱姜汁，左手搅拌均匀，腌制十五分钟。先准备点酸菜，切好，切成粗粗的细丝。切两个泡椒，泡姜提味。大蒜一个，切成火火。干海椒切成球球。等一下淋油用，小葱、葱白拿来炒，葱绿切点长的，切点短的。这个起锅放，这个浇油用。阿宝点火，要点海干。烧油，油温起热，下鱼摘哈。下锅先别翻动它，让那边煎到了以后再翻过来。下边煎到了就可以翻动了哈。还是要轻轻的哈，避免翻烂。摘到两面金黄，捞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再放点猪油。吃鱼要混合要巴适啊，油温六十度下入炒料，炒干水蟹出来香味哈，炒出香味后加水，烧开后熬两分钟，熬出香味，熬两分钟以后下入鲫鱼。下锅后煮个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哈，让它回软入味，放入葱姜，要得了，起锅。放入干海椒、蒜末、葱花、花椒，油温九成热，淋油。来一碗，我来蒸哦。要点海干。哎，这个汤蛮火就巴适。先吃鱼，鱼吃了喝汤，还有点吃啊。好久没吃鱼了哈。嗯。今年都没得了吃过。酸菜鲫鱼果然比酸菜其他鱼好吃啊，就更鲜哈。虽然我们做段位的这种销售都不用吐了，主要还是摘过原因哈。是比大鱼好吃的，细的那多了。这个酸菜吃起巴适的哈。酸菜鱼。那时候汤不行，哦，那个鱼好吃啊！他那个上回买的一千几百，六块钱我八十了。
六块钱，网上从三十块买的六，好几啊？六斤鱼啊，五块钱。那我一斤鱼吃八十了哈。我们再准备根豌豆片棍儿，舀点汤来喝，用来泡饭下饭的很啊。嗯，我也比较油，你吃油很了不得。我们扛得住。嗯，汤拌饭菜都不用哈。这个，嗯，好的，哦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芒果，也喜欢富农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米，我是阿虎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